子姬的父亲兵部青亲王与袁氏的梦中情人藤户女玉本是兄妹关系，同为先帝的子嗣。以父亲这一脉来看，子姬是先帝的孙女，亲王的女儿，还是后来藤户中宫皇后的侄女，这样的身世可谓相当之高贵。但子姬母亲的出身却并不怎么高贵，子姬的外公仅是按察大纳言，而且早已亡故。子姬母亲跟生父兵部青亲王之间也并无名分，子姬不过是他们私通之后的私生女，其实这在当时也算不上什么。无奈子姬生父兵部青亲王的正室夫人出身高贵，而且嫉妒成性，根本容不下子姬母子。子姬母亲最终在正室夫人的百般责难与威逼恐吓中抑郁而终。母亲死后，父亲家里又容不下她，于是只得跟随出家为尼的外婆一起生活。子姬约10岁左右时，外婆因病需要休养，于是就来到北山投奔出家为僧的兄长北山僧都。恰逢这时袁氏刚刚失去息言，而且身患疟疾，求僧人做法事也都无济于事，于是经由别人推荐，特地来到北山访问高僧。子姬与袁氏就这样在这荒郊野外的清幽之地第一次邂逅相遇。子姬虽尚且年幼，但相貌可爱，眉宇之间难掩清秀之气，而且她的长相酷似袁氏求而不得的梦中情人藤户女玉。这一见，袁氏便对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再也无法释怀。袁氏于是向子姬的外婆提出想要收养子姬，但外婆以孙女尚且年幼不懂事，恐只会给公子添麻烦为由，婉言谢绝了袁氏的请求。袁氏虽然被拒绝，但心里一直对此念念不忘。不久之后，子姬的外婆北山尼姑因病去世，父亲兵部青亲王于是也决定将子姬接到家中抚养。不过就在父亲来接子姬的前夜，袁氏带人抢先一步接走了子姬，之后就把子姬安顿在二桃院的西殿，并且暂时保守秘密，连子姬的生父兵部青亲王也暂时不得而知。子姬被袁氏贸然抢走时也是战战兢兢，心中不免害怕，但没过几天就与袁氏亲近起来，毕竟他还只是个懵懂无知的孩子，谁对他好他就对谁亲。此后袁氏便常常跟子姬腻在一起，游戏玩闹，不亦乐乎，当然也时不时地向子姬灌输顺从啊，不要嫉妒啊等等他心中理想女性该有的品德。就这样直到子姬14岁那年，袁氏终于跟子姬行了夫妻之事。当时子姬还有些嗔怪袁氏，毕竟一直以来子姬对袁氏如同父亲一般信任亲近，没料想袁氏对他一直心随这样的目的，直到过段时间后子姬方才适应了这个角色的转变。袁氏对子姬当然是恩宠备至，无人能及。在正室夫人葵姬死后，子姬实际上成了袁氏的正室。不过即便是得到了自己爱不释手的子姬，袁氏也并未在寻芳烈焰的道路上有所收敛。后来袁氏仕途坎坷，被迫离京到虚魔时结识了明时姬。与明时姬的来往，袁氏虽觉对不住子姬，但也还是管不住自己的性子。子姬因其在外受苦，也没有怎么责怪袁氏。但当袁氏回京后想要将明时姬接到家中时，子姬不免有些不悦。袁氏这时又将自己的理想女性的品德教育了子姬一番，说她是她，你是你，何必相互比较，相互嫉妒呢？子姬深知袁氏的为人，这种事终究不可避免，虽有不悦，但也并未与之计较。而且当袁氏提议将明时姬的女儿交给她抚养时，子姬也欣然答应。子姬很喜欢小孩子，但自己终其一生却并没有生下一男半女，因而对明时姬的女儿子姬也是悉心照料，视若己出。袁氏后来也对明时姬宠爱有加，甚至有次除夕之夜都没有陪子姬，而是在明时姬那里过了一夜。子姬心中自然十分不悦，但看到明时姬可爱的女儿，又觉得袁氏对明时姬的宠爱也是情理之中。后来袁氏寻得了西安的女儿玉曼，并将其接到了六条院内，交由花散里照顾。名义上袁氏是玉曼的养父，实际上袁氏有意将其收入房中。一次袁氏在子姬面前夸赞玉曼通情达理，温柔可爱，子姬早看出了袁氏的用意，不禁揶揄了几句，大意是说既然玉曼知情达理，怎么会信赖你这个风流成性的人。殊不知就连我自己为了你，不知尝了多少难以忍受的痛苦。袁氏被说的一时无言以对，也感慨自己这番年龄还净想着这些花前月下之事。然而过后不久，袁氏依然不改本性，常去探望玉曼，多方照拂。最终袁氏在玉曼面前碰了一鼻子的灰，只得放弃了这个念想。后来已经让位的朱雀帝身体不适，预感不久人世，但膝下有位三公主，朱雀帝一直十分的疼爱，
如今他的母亲已经亡故，自己死后他该是何等的凄凉。最终朱雀帝决定将三公主嫁给袁氏，让其造福三公主周全。袁氏本以为子姬会心生记恨，但子姬出人意料的对此蛮不在乎，还说这位三公主本是自己的姑姑藤壶女玉的女儿，再加上此事乃是前任天皇朱雀帝亲自决定的事，自己怎会介意。袁氏听子姬如此说，倍觉子姬的宽宏大度，深明大义。子姬其实心里也明白，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，徒生记恨反倒有损自己的名誉。若是袁氏自己追求的三公主，子姬兴许会有所不悦，尚可劝阻，但既然是朱雀帝的安排，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子姬的心里反倒没有什么介怀。话说三公主入住六条院时，婚礼仪式举行得异常的隆重，袁氏也亲手扶三公主下车。婚后三日，袁氏夜夜留宿三公主处，子姬独守空房，不免感到孤寂。袁氏见此也觉得有些愧疚，子姬不禁有所感慨，曾经也担忧此事，如今二人早已不再年少，本觉得此事不会再有，如今又遇上这样的事，想来人生原本就是无常，因缘际会谁又能料得到呢？而自从三公主无限风光地入住六条院后，六条院上下众人都对子姬的地位颇为担忧，这又令子姬平添了一份烦恼，怎奈别人肆意推断，妄加猜测，令子姬也有些无可奈何。因三公主尚且年轻，袁氏对她本不如子姬，但朱雀帝对三公主十分的宠爱，又令金上暗中照拂，因此恩赏备至，一时竟与子姬平分秋色。而与此同时，袁氏对自己的旧情人也念念不忘，一日与冷月夜相会归来，被子姬看出了端倪，子姬不禁伤心落泪，袁氏只得苦苦劝慰一番。但事情过去后，袁氏又忍不住性子，偷偷地去访问冷月夜，凡此种种不胜其烦。袁氏总以为对子姬恩爱备至，子姬理应对她的风流性子有所理解，但子姬毕竟是个女人，虽不像书中其他几位强势的正夫人那样对丈夫的情人不依不饶，但毕竟眼看着自己所爱之人到处寻花未柳，子姬的心里自然十分的难受。她越是表面上装作蛮不在乎，心里的酸苦就越是越积越深。终于有一天，袁氏与子姬畅谈时，袁氏感慨自己这些年遭受的种种痛苦之事，相比于自己，袁氏反而觉得子姬除了早年经历那些艰辛外，自从到他身边后也是恩宠无比，富贵无量，这也是常人所不能企及的幸福。纵然后来他迎娶了三公主，但在心里对子姬的感情却不减反增。听完袁氏的这段心声，子姬也感慨道，在旁人看来，他这样的微末之身确实享受了过分的幸福，但谁又能想到他的心中也一直怀着难以堪忍的痛苦呢？此时子姬也终于不再顾忌什么，向袁氏表露了自己早已有心想要抛开红尘皈依佛门，但袁氏还是死死地劝阻了子姬。子姬心情郁结，不免又伤心垂泪。两人畅谈一番心声后，傍晚时分，袁氏又去往了三公主那边。每逢袁氏不在，子姬都彻夜难眠，与侍女们谈论些书中的小故事打发时间。就在今晚，子姬联想到袁氏的话语，又想想书中的那些女子的命运，不禁有所感慨。向来女子最终都要依附于一个男人才得安宁，可她的境遇却很奇怪，一直沉浮飘荡，不得安宁。想到此处，不免心情郁结，不想当晚就一病不起，躺在床上无法起身。袁氏精心照料，请高僧做法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后来又将子姬迁回二条院静养，但也不见好转。后来子姬发病的原因终于明了，原来是六条妃子的亡灵作祟。六条亡灵本欲找袁氏发泄，无奈神明护佑，靠近不得，于是只得找无辜的子姬发泄。这亡魂附在女童身上，说了一番让袁氏照顾她女儿等等的话语后，随即离开。子姬随后病情才有所好转，不过遭受此番折腾后，她的身体也日渐亏损。不久之后，子姬终于因病撒手人寰。子姬死后，袁氏悲痛万分。那时她身在虚魔之时，子姬写给她的信，历经了这么多年后，那墨迹依然如新。只是如今斯人已去，睹物思情，不胜悲伤。此时袁氏已经下定决心远离红尘，遁入空门，随令侍女将这些信一一烧毁。不久之后，袁氏也赫然长逝，追随子姬而去。整部袁氏物语至此也算是画上了大半个句号。无论是对于袁氏来说，还是在书中的地位来说，子姬都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角色。她从十岁左右跟随袁氏，此后一直陪伴袁氏三十余载，可谓是与袁氏相处了大半辈子。子姬的容貌酷似袁氏的梦中情人藤壶女玉，
她的美貌冠绝群芳，而子丽也颇有才情，为人处事恰到好处，在人品方面无可指摘，备受尊敬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所有人眼中近乎完美的女子，若非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她的一生的话，我想这个词不是美丽，也不是贤惠，而应该是隐忍二字。子姬台面上对袁氏的风流事总是尽量不去计较，无论谁来她都待之不失礼数，尽量去做袁氏说的那种顺从不嫉妒不惹事的贤妻良母。这也令子姬无论在袁氏的情人之中还是在下人之中，都是个温柔贤惠无可指摘的完美女人。但在子姬的内心里，她哪里能将这些事看得如此的淡然呢？不过是隐忍求全而已。她不像葵姬那样有一个显赫的娘家，有个很好的退路，不需要委曲求全，不喜欢可以给袁氏冷眼。她的生父并不请亲王的正室，嫉妒成性，根本容不下她。离开了袁氏，她要能去哪里呢？命运并没有给子姬太多任性的资本。一方面，正如袁氏所说的那样，她已经享受了人世间很大的幸福；另一方面，也如子姬自己所说的那样，这份幸福的背后是何等的辛酸与隐忍。最后子姬只想遁入空门，却被袁氏阻拦，终在身心疲惫之中抑郁而终，令人不胜唏嘘。袁氏物语里的女子结局大都并不怎么幸福，子姬相对来说算是比较不错的。然而三十余载的隐忍与委曲求全，这其中之酸苦或许还不如像戏言那样的结局。戏言上有后人，而子姬却连一男半女都没有生育，不知作者这样的安排是否另有深意。好了，本期袁氏物语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